神秘的角落，有看到一个拍完都没上的猫五张，被遗忘在角落了。看我们之后有机会再上吧。载具吗？不用。好，255。60图应该都一样。好久没玩，不然自己玩。来吧。所以我帮你开是。你很烂哦，那个。黑曲。最小奖。好吧，不意外。是盲盒哦，直接给你哦。盲盒，它这有二次兑奖，可以再兑奖。对的。换你啦。换我。哈姆太郎。好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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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，比刚才好一点点。比刚才好一点点。毛巾。头发。啊。套路不是毛巾。所以可以选。可以选的东西。刚好四个都有四款。谁没剩最后一个？看要不要。既然都说剩最后一个，就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来这一个。可以啊。谢谢。对啊，谢谢。好了，来猜箱一下好了，盲盒，最小奖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就打开。啊，它就盲盒，我哪知道是哪一个，随便。看有像日本的。啊，像日本。我说看有没有像日本。哦，好像是最小的。这只看起来不明的生物，不过有它的那个玩偶，我刚刚看到那个玩偶，最小的这只吗？是的，玩偶，还蛮可爱的。哎，它是真的是最小的。我说，哎，你里面家选可以选到一个最迷你的，太强了，好哦。找到玩玩具展了，刚刚走错边之后，在前一个转角走错边，然后就越走越远了。出现的最后一盒狐狸，现在自己抽都不会中，所以就拿人家剩最后一盒交给丽丽姐。刚刚这个达库呀也是。
就看有没有好一点。就都被人家摸骨完了。就这样了。嗯。结账如何？好，就这样。好像都是这些，还有什么狗？是一样的。你觉得哪一只比较可爱？这个，好吧，就是这样了。哎。哦。弄回来的。那个是什么？哎。我是哪？我是中间。哦，玻璃杯。还有那个是那个布。哦。H， 对，要当真的吗？哎，好哦。拿到了两个杯子，还有一个这个，嗯，然后跟送的，好哦。